没有吃过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行吧。九月天要是一个中秋特辑，因为中秋节马上要到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很有中秋氛围感的小礼物，就在这个桌子上。但是这个礼物是需要你自己动手组装的，它最后的成品就是一个中秋的中秋快乐的兔子灯。送给谁？那你看要不要抽奖送给粉丝？在这条微博的下面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你觉得简单吗？对。就我们边听的时候，还是有需要回答一些小问题。就是是一个放假的节日。主要是放假节日就是好节日，中秋节就跟朋友一块过，或者和家人一块过，蛋黄味儿。为什么是为蛋黄那个月饼吗？对，蛋黄味儿的月饼，蛋黄，甜口甜口都有，但是我们不吃肉的，咸的话蛋黄也是咸的，咸蛋黄嘛。甜的话就是五仁，然后豆沙之类的。鲜肉月饼是我没吃过，鲜肉月饼就是肉带肉的，好像。五仁我一般，我最喜欢还是吃那个蛋黄的。那梅干菜馅的月饼可以接受吗？没有吃过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行吧，因为我挺喜欢吃梅干菜扣肉的。嫦娥算影视人物？算，当然算。有人演过吗？嫦娥，宝莲灯里就是嫦娥。行，那是我小时候看来的，宝莲灯很小时候看的。月亮之上。月亮有光的诗句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们的兔子灯现在竟然灭了。灭了，这送人礼物没人要，都是这样了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感觉这个质量有点不太行，直接给它粘住不行吗？本来要放进去，是吧？你还这样行吗？这个怎么让它亮了？啊，就这样子。美江水，美江水酒，凝珠，它这个正常应该好，弄在这儿，这我们可能放不上去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就很嗨。因为看 JJ 还在 ins 上面发了你的合照嘛，你有看到那个照片吗？我看到这个耳机里放的就是音频嘛，现场的话就是说更加有互动感一点，更嗨一些。看起来这个灯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感觉就是这样。这是什么歌曲还是？成语，跟月亮有关的。花，花好月圆。为什么 OK 是好？好，好。好第一个定，进化出。是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风化雪月。最后一个，我们升级一下难度，就是它是一个 emoji 的诗句，跟月亮有关，而且也是中秋大家的一个很好的祝福语。很好的祝福，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那最后就是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送一句中秋祝福吧。好好放假吧。Nice.